气很冷，大家很热情。现在是盾牌舞。透过镜头，直击杯男组联合丰年祭，现场气氛超热闹。特别的是，掌镜的人是艺人阿妹张惠妹。我的手好酸哦。忍不住跟着一起唱起来，只有几句却还是很动人。大年初四，阿妹回台东老家过年，参与两年一次的杯男盛宴，在 IG 开直播跟粉丝分享。过程中，除了不少亲友凑一咖，还有人眼尖发现有粉红泡泡出现。海蓝色，我已经直播完了，然后没拍到，很多舞没拍到。画面往旁边一带，有名头戴毛帽、眼镜、笑得灿烂的男子，正是张惠妹男友 Sam， 这回也一起回家。因为呢，我们的族人呢，见到都不会太大惊小怪。说的虽然不是大家见到 Sam 的感觉，但整个直播都能看到 Sam 十分融入，乐在其中。毕竟两人已经交往超过十年，只是这意外同框，其实算相当罕见。Sam 的 IG 也记录阿妹家中举办张家厨艺竞赛，每位成员用心准备佳肴，虽然不见女友身影，但与家庭成员相处看来都很自然。小两口爱的不低调，但较少放闪，反倒都用爱的视角。张惠妹上个月到美国巡演，男友 Sam 相伴，还记录下巡演花絮，私下行程也全曝光，粉丝跟着女神一起感受甜滋滋。 TVBS 新闻吴俊伟巡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